Tujuan KWSP adalah tidak lain dan tidak bukan untuk persediaan hari tua, apabila kudrat untuk terus bekerja mula berkurangan. Perlu kita ketahui adalah amat penting rakyat kita memiliki persediaan hari tua, kerana tidak lama dari sekarang, iaitu pada tahun 2030, Malaysia dijangka akan mencapai status negara tua. Ini bermaksud dalam masa 8 tahun saja, golongan pesara dan warga tua akan merangkumi 15% atau lebih 5.3 juta dari penduduk negara. 8 tahun lagi bukanlah lama. Ini bermakna mereka akan memerlukan simpanan yang lebih banyak untuk membiayai sara hidup selepas bersara. 有存钱的习惯，只是多跟少是看个人啊。定期存款应该有啊，存个20%这样子，差不多20%左右。不定期存款，有时候看每个月的情况这样子，大多数是至少有一个10%薪水的存款啊。因为如果没有存款的话，因为如果到时候你的未来啊，或者是什么啊，你要想去。 想去买房子啊，买车啊，就会有一点困难哦。嗯，这我也不清楚。时间呢？好，我已经准备要退休啊。那你现在的存款，你觉得已经是足够应付你以后退休的生活？啊，有，足够了，足够。 我觉得我60岁的时候存款至少要有一个200000，加上通货膨胀的话，应该要至少300万。这也要看未来几年的那个什么市场，也可以决定，大概100万左右。赞同啊，感觉会有一些人会需要。对，还蛮赞同啊，因为有的人需要急着用啊。不赞同也不反对。 有需要用到钱就好了啊，可以啊，不错了。我不赞同，因为公积金其实以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来讲，其实就只是一个养老金，所以一旦你把它提完，第一次提可能是政府觉得人民现在 MCO 过得太痛苦，所以才给我们去提款，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第5、第6次，当我们把存款都提完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养老？不赞同。 是始终是自己的钱，人民自己的钱。如果政府要帮忙人民舒缓那个经济的话，应该不是要政府应该要用人民自己的钱来帮助自己啊。有需要才会拿。 没有想要去动它啦，因为我要想要存着，因为存着的话，利息就会比较高。如果你去动它，利息就会比较低。先放着，真的需要的时候才去提。我不会让我身边的人，也不会提议他们去提取这一个存款。是有的人真的困难，其实他们拿出来是可以理解，不过我是不会拿的。对，我自己另外储蓄的钱都不够给退休金用。 然后我default每个月薪水进的那个退休金，还要拿出来花，这样以后退休金真的不够了。